十五号起，到加油站洗车将陆续变贵了。因春节前后洗车民众暴增，为了反映人事成本，各大加油站今年拉长了涨价时间，13到16天，每次洗车将涨20到50元。不少加油站业者坦言，因为今年一月起基本工资调涨到23800元，时薪更涨到158元，大幅增加洗车的人工成本。从1月16号到1月29号，共14天，平日洗车一次约100到200元，春节调为一次120到200元不等，调涨20到50元。业者也坦言，人力成本增加直接反映在消费者身上，冲击的又是民众的荷包。